大的，那个头啊，我们进去体验一下吧。进去说。啊，进去体验一下。哇，还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了。门你开的？杨校长开的。他一会儿要在这里继续惦记我们。记者在，他还敢这么冒险？他在等记者走，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门锁破坏掉。呀，看到那个虚弱的江湖，你一会儿拖住教官和记者，我来。还是等老师来为您亲自解惑。不用了，我们就取些素材。报告教官，这位同学想和记者谈一谈自己对于行为矫正治疗的看法。采访学生更好吧，金记者。我们去外面。行。可以了。同学，我们开始吧。金记者你好，我叫齐淼，是我校监察组成员。监察组，你们主要做什么工作？我们主要帮助老师和校长辅助同学们的学习，偷偷走那个教官，感恩教育。你们具体怎么帮助老师？怎么辅佐同学？就是打老师，踢同学。也不知道齐淼能稳住外边多久。破坏门锁得赶快了。没有时间限制的，内外两处门锁，有啊，两个小时。内外哪里锁在哪里？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绑人啊？这个是？原来绑我们的袋子是他设计的。他是谁？杨校长啊。一把锋利的剪。剪开那个记者，剪你的宝贝啊！哇，杨校长，谢谢你给我第二次人生，谢谢您让我意识到自己曾是多么的错误。自己慢慢看呢。这个是那个女子还是吗？我永远忘不了到我跪下和我爸妈认错，不是吧？李校长，我就讲了呢。难道是李教官写的？感恩墙哦，墙。用我的屁股想都知道了，他是来报复的。这是内门的门锁。有刀啊！好险！同意。这个江海音乐是中 banner， 用于缓解长时间。难道还有人被电到缺氧吗？看到吗？这么大个字，看不到没？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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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他还煞有介事的写。这个要怎样？这些都是被电的时候留下的抓痕。刚刚你有拍到吗？这是被哦。这个铁丝感觉。剪下来。好像。我给你剪下来。好像。啊！这个。好像什么鬼？明明就是一个锁匙孔。好像完了，没有了哎。没有了哎。哦，进入外间。这么大。我们可以访问这么久，二十分钟了吗？一只胶皮手套。这个你得要偷。好像不是。我还没有放你，就好像不是。明明就是。哎，按错了，为什么按不到了？对哦，我还想跟您聊聊，我们是如何通过感恩教育顺利。手残啊，这样接不到。哦，洗把拿。一把螺丝。可以啊，快走快走。两个小时，这么快这么热？怎么顶撞侮辱刘杰偷寝室衣服？不服管教，浪费粮食。这么多人，他竟然每天都被电。这个也要破坏嘞！原来这个是这样子破坏的。把这些线剪断，就能破坏外面的密码锁。我剪。这什么？搞定了。现在只需要恢复原样。这个来剪吧。然后那个怎么开？一根铁丝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开的柜子喽！哎呀，用屁股想。哎，咩嚟嘅？啊！切下来这片手套可以用来破坏内门的门锁。What？ 破坏内门呐、啊？你的头啊，用什么？刚刚讲。不是门锁咩？这个不是门来的 ，stop！ 喂 ，stop！ 怎么讲啊？这不是我厉害嘞，需要电，大库反应过度，大库。这么多了。哇！加！这是把我们当小？这里面重复出现的编号，难道是江宏文？哇！对。怎样啊？这个怎样？等一下你做给我看啊！我定了啊，等一下进什么了才有了？好像江湖，江湖是什么？笔记也没点到，哪里？上面右上角。应该是刚刚健康报告啊。然后，噔噔。哦，这个。哦。我需要赶紧想办法救他出来。就我这样的样子吧，这样。门锁都破坏了。看来你们监察组真的帮学校、老师和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关于你自己在学校经历的感恩教育，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找这个记者来着吗？太明显了吧！为什么东西跌下来的？让我从一个坏孩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的懂啊！也很感谢您，给了我这一次向学校表达感激的机会。也谢谢你，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听说学校有一个让学生思过的静心室。为什么要知道？对静心室很感兴趣，感觉他要把他关进去里面。哎，不是我带的吗？做电脑插的啊。你也讲你带的？有啊，刚刚一开始杨校长讲我带的吗？这里，哎，不是带了，你走前面。刚刚他走前面的哇。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吗？请。问他不是问我。女生想拿钥匙。可是我可以每天自己来，不是？啊，这不是看那个水的状况？这墙面刚刚粉刷过呀。为了校庆，做了一些小的翻修，但和之前也差不多。嗯。每次自己撞开门走进去。这里有讲粉刷过，我之前有很多那种。那就麻烦你老板讲一讲静心室和治疗之间的关系吧。毕竟这里看起来和网上传说的小黑屋差别很大。这里有镜子啊。那经记者，你教官，哦，之前是没有窗啊，现在有窗了。有窗是隔壁的，不是只有隔壁的没有？对哦。不是九这边的有门五号吗？还是四号五号忘记了？哈，我可以直接这样走进来吗？嗯，肯定把它收起来了了。你以为他笨的没？把它放下。啊！等一下，他在我后面，然后拍一张记者不会走去后面。你果然在这儿，我要去。不然我可以在哪里？起码想让你们救我，然后再一起逃走。他一定不要啊！你信我。你们一定要按照计划来，不然就算能够逃走，又能怎样呢？不仅咱们受过的苦都不会被外界认可，更有可能再会被抓回来。我们都担心你的身体，我扛得住，朝阳。你答应我，不要因为我放弃我们的计划。不答应我的哇！我拒绝，表示再想想。对，大家都想救你，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但你替我做了决定。哼，张扬，生气啊我！我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个不后悔的选择。你看，等一下我就 game over 了。嗯嗯嗯嗯，金记者，啊啊啊！王校长，对，你不有看最后一个老板？我们教官和张扬没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吧？挺好的。学校的风貌确实让人意外，尤其是李教官，让人印象深刻。记者说笑了，如有得罪，还是要多包涵呀。那咱们开始下面的采访吧。好，请，请。这不是要去电人呗？等一下。嗯？
他怎么样？表现可疑。张扬表现得很好。为什么要问他呢？你不相信我吗？Hello。除了要矫正的，不过现在还不相信我 ，ridiculous。我还很关注他们的思想，每个学生的思想。我的教学理念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比如德智体美。既然杨校长这么说了，我很想了解一下学生是怎么看待您的教学理念的。好啊，就您吧，优秀我。同学，我希望不管是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按照真实想法如实回答。你可以私底下问嘛，不要这样子啊。不可以。那我不是被颠了吗？我这样量。正如经纪者说的，你不要有压力，就按实际说。啊，对，说错最多把你给电死。完了，我说出来我一定给蒙窝的。对，可是他看起来想帮我耶。你是自愿来这所学校的吗？不是。他沉迷于游戏，投了多少次课，接了多少次过。你跪下向吴主任发誓，以后再不玩游戏，你跪下。妈，二娘去哪？啊！自愿来的。才不是呢，被迫来的。对，我是被我妈逼迫来的。没有错了，你选这个。是一种病，一直把我骗到了这儿，强行治疗。他来了，他来了。那你觉得这个脸应该被治疗矫正？这是可以说的吗？应该，不应该？我的确需要被矫正治疗。我们要模拟两可。虽然我是被逼迫来的，但是现在模拟两可，重玩呢？模拟两可，哪里会？等一下才。你玩到现在还模拟两可，最后了啦！杨校长，已经生气，我可以单独和张扬同学聊聊吗？我采访的习惯是和被访者单独交流。当然，可以呀、啊，现在可以讲了啊。是来救你们的，他一定要讲。你老实告诉我，来看，来呀，张扬，我过来调查是因为这里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争议。有媒体说这里是行为治疗的奇迹，但是也有人怀疑，你的皮肤是过敏了，和这所学校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对，我要讲了，不，准备好了。不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如实。不要长在外面偷听啊！我就如实的告诉。不用有什么顾虑。不用有什么顾虑。我们会保护你。OK。你完蛋了你！只是他脸很真诚，这样吗？电击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完蛋了你！可是他想要照计划行事哦，反正我要怎么选呢？你一定要诚实的告诉他，是一种痛苦的惩罚。喂，怎么干的？哪有什么治疗，分明就是一种惩罚，通过电击让人屈服。等一下，破门而入把我给抓走。不是讲了，那被电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可以来试。非常的爽，非常的爽。像十万支针扎我，生不如死，感觉大脑要被撕裂了。喂，他脸可疑耶。这是你自己的反应，这是校长请来的，还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所有人。啊！机器人。所有人。模拟两可 ，kiss 啦。保个毛！保个毛球啊！不是很痛，不给人家讲真话的我，这个讲保护我，骗搞我的，骗我。你能接受这种方式吗？能接受。能你个头啊！我自己讲了。你为什么需要这种电击的疼痛呢？是让我们去。等一下我又被他说出去。啊，你又选。不服从被电，可以讲不举报也会被电。来来来，只有成为杨校长的狗，才能不被电。等等，干嘛？你可以救救我们两次了嘞！这个是怎么强迫我？大脑清醒，让我反思自己之前的错误，能在内心深处思考问题。为什么这种疼痛可以让你清醒？
喂，不给我选，他又被抓住，他就直接抓我出去。你是真的清醒了，还是因为怕疼屈服了？我可以按这个吗？屈服了。我又被抓出去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电击惩罚来的，不服从被电，不举报也会被电，只有成为杨校长的狗又一样被电。都一样了，他讲这句话，你不要每天要进来出来进来出来了，你直接进来了。喂，可以不要偷听吗？什么代价？喂，这样子不可以是可以直接举报他了吗？你看他强迫的选这个游戏，干脆不要玩了。是真的清醒了。啊！张扬，回忆一下你在学校的过往。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里是林教官可以随便进的地方。确实是进入办公室的人。你怎样，我又不可以选，你给我看这个手机吗？等等，这是一个地狱。不要了，还有手机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他了。这里是我再生的地方。你就不保护我？你这个眼神的话，你喜欢这里吗？我爱这里。你愿意待在这里吗？你可以带我走吗？你都不要帮我的。我愿意。看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你为什么哭了？因为你的脸过敏。没有，我愿意待在这里。因为我太感动了，我已经按了四次，你没有一次救我。经济者真抱歉。喂，我们这里就是很容易出现学生哭。没关系，这次采访很有收获，张扬同学很配合。不可以哭的吗？你先出去一下，我跟经济者聊一下他很感兴趣的行为矫正治疗的部分。好的，校长。骗人的这个记者想要救我，救个毛球，看着我被人坐出去。喂，只说了一句，你干嘛？你还好吗？只是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事情。关于这儿的吗？没有，才两个月，感觉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会回到以前的生活的。不，回不去的。我们可以打游戏，我们可以选择以后的生活。刚刚怎么样？我们能相信这个记者吗？记者的想法应该和我们一样，看他们啊。但是杨校长看得太紧，不是这样，你讲真话。我们必须谨慎地跟经记者接触。对，你不要选了他，你不听。计划准备都是你模棱两可，现在你做决定了。我们是去救江宏文，还是去推翻学校？救，推翻学校。看他要江宏文每天被电，还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你们一定要按照计划来。不然就算能够逃走又能怎样呢？救他，再推翻学校啊。救翻了他就没有了推翻呐。我们去救江宏文。推翻他就死掉了。我想好了，我们去救江宏文。因为人比一切都重要。对。不对。这是我们之前计划推翻的原因。对。不是我们现在选择去救他。他就是要来这里就是要推翻啊。没有什么计划。就是要救他。对我更重要。你竟然为了要救他。对我更重要，看到吗？可以开始准备了。经理，请。大家准备什么嘞？杨校长，正好教官在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展示，不如先请金记者参观一下我们的体能训练。好，请。请。怎么这个校长穿的整个医生这样，我真是不是很理解。中章二是什么？最后的那口。为什么没有中章一啊？因为我解锁了。哦，你解锁了第。另外一个结局叫做军。为什么这个还绑他来了？大家都过来集合一下，那时候讲现在有个机会回家。
了，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张记者，学校辛苦了一天，回去好好休息，我送你。不好了，教官，校长，着火了，仓库着火了。张扬，你们监察组怎么回事？着火，我在这里抄部位，关我什么事呢？务必保证人员不要受伤啊！是，我现在就过去。我跟他一起。好。校长，我们也去。哎哎哎，不用不用，没事。回去早点休息，我送你。走开，走开！又把脸做的那么红。你们也跑了很多路。什么情况？同志，我先去拿水去了，我从外面灭火。是。这样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引进去。把营区长烧死他！慢点，把直升灭了。教官，不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烟雾，根本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万一爆炸怎么办？那你想怎么样？你进去。我觉得需要教官进去查看一下情况，找到火源，我们才能把火扑灭。你跟我一起进去。你这个教官还要我一起进去？那就推他关门啊！不可以，你要杀人家吗？不，我不。你看我后面是不？哎，不是有讲有安眠药了吗？女教官跌倒了。嗯。痛。我要把这两个也搬进去。哎，我以为其他人那边靠近了，帮忙顶一下呗。里面没有明火，只有一点点猪油的烟雾瓶。好享受吧，教官！他出来我就急剧啊！他这个人都走了哦。经济者别走！经济者，明天宵禁日，二位早点到啊。杨校长，学校着火不会危及学生安全吗？仓库偏远，可能是最近太热了，东南亚这种天气难免，不会有什么事的。明天见。明天见。他一直赶他走。要走哎喂。走了。要走哎。拜拜。走了，然后我不是急救哦。我救他出来，我能怎样啊？你都去救人了啦，你怎么推翻呢？哎呀。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啊。哦，别这是 block 那个，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是吗？毁了！他丢这个小子，控制住他！张扬呢？一教官呢？喂！第二秒，把那个傻蛋给我关到精神世界！喂！没有一个伙伴会被抛弃，完了，他是被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江湖文，一切都是值得的。江湖文 ，no， 你给我止住！这就是 bad ending 啊！记者没有看到吗？做这个操作呀！没有，我这是快走，我是走出去啊！我这里有暴徒！我说有暴徒！你是因为把他推一推吗？是有计划的，没有就把算很混乱这样的。嗯？这是什么？为什么这里可以如此之乱呢？等一下。你没事吧？你找到他了吗？徐善完已经冲出去了，江浩文刚刚被教官送去教学楼，我刚没拦住，快跟我走。喂，人呢？我要通知这个校长啊！暴乱完了，那个拿那个烟雾弹给他打是怎么一回事？嗯，站住！为什么在这里啊？不知道啊。难道给他打过？我不会再让你们往前走了。那我只可以往后走了。都是杨校长挽救了那么多网瘾孩子的证据，家长的拥护和感激也是最好的证据。
不会让你毁了这个学校的。你真的认可这里吗？你可悲。即使你知道这里一直在残害学校，这里的学生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人，矫正治疗从来都没有轻松的。重要的是，有效的方法能让人康复。跟你们真是无话可说。喂，你再怎么干？哇，这么有意思！喂，这个教官。啊，这才是教官吗？我学点武术啊。武术。我现在要输了哎，怎么办？看来这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啊！哎呀，这才是真正的武术啊！这是我们的努力担当啊！哎，你们先走。刚刚两个打不过，现在三个就可以了。哎，来了一个嘞，楠楠呢？困住他，就有机会。困，这样困住，等一下你们走出去锁这个门。喂，什么鬼？我，我这么，我会。哇哇！喂，怎么打错人了？喂！哇，他给什么收缩？我都没有收缩。谁呢？没有机会了。准备好接受校长耐心的治疗吗？对，他们两个人救救我啊！帮他一下。就像这屋里其他人一样。Game over。叮。啊！哎呀！再两次。给我一个嘞！这什么鬼呀？看看，太快按就不可以，太迟按就不可以。Oh, you can！ 我处理这里，你们快去找江宏文。不只是把他关在这里不可以吗？这个雪有一点的看了富啊！很僵啊！为什么他不要去静心室？米医生，你是来阻止我的吗？这不是想推翻学校的？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条路，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你让我看到了，当时玲玲只有一个人。嗯。我的后面。密室。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启。还有受伤的学生我要去处理，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你这个在帮我？谢谢你们医生，你也是我们团队中的一员。只是帮给我讲了个门口，门口在这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进去，你保重。保重，拿着斧头劈他。为什么没有得选了？嗯，奖品。我屁！住手！假的斧头！屁将啊！你们是在犯法！为什么有他声音传来的？你们想跑吗？跑啊！他为什么在里面了的？讲我 rap 了，噔噔噔噔噔噔，这就是 rap。Let me show you， 喂，这什么鬼啊？你这个 kick 要几十啊？来 ，very 的 dramatic。妈！假的吧？有，这么一个尖的。这个就可以开门了，然后就看到校长啊！哇！哎，我，他不是在外面的吗？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张扬，你疯了！你好大胆子！我对你很失望。啊，生气到整个脸都红了。你的所作所为，我已经通知这里的警察，他们很快就到这里。我奉劝你。赶紧收起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因为这是犯罪，你懂吗？拿着那个斧头，你很凶。现在把你手里的凶器给我放下。你要干什么？
他头上那个是不是那个？站住！哦，你别过来！现在是谁在犯错？你别过来！你又干什么？站住！我怎么后面那么多人站着？张宏文，你别走！你别动手！你走啊！屁丫头！哇！我只是劈了门而已，怎么就犯罪了？哇！自己突然间变色了。才是。以为他心脏病。啊，这什么来的？啊，就这样顺利。对。你来干什么？完了，这个人。救命了！救命了！啊！别拉着我！你谁弄的啦？哪里有谁哟？哎，为什么他又突然回来了？怪怪的，这个结局。应该看到有烟。不就代表推翻了吗？还推不翻，我不信哦。嗯。啊，不痛。他妈妈可以这么快到了？因为要杀青，好吧？哦，因为校庆，明天校庆哦。他们在电那个校长。有其他人，他怎样自己电自己啊？对。然后，为什么这个感觉就已经完了了？对哟、哦，说好了揭穿呢？穿了啊，他就躺在地下、哦。不穿咩？后继。后继。校长没死。近日，身处舆论漩涡的科学家杨某某一事尘埃落定。其个人因疑似存在非法监禁、故意伤害等罪行而被追责，但是由于其目前仍处于重伤救治阶段，相关机构正依法对其进行人道主义保护和治疗，并保留公诉的权利。据了解，杨某某此前在网络上被世界各地的家长追捧为教育专家，他主要针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进行惩罚性矫正治疗。为什么叫杨某某？从他创办的感恩国际教育中心毕业的青少年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后遗症，但是很多家长依然表示接受和认可他对孩子的改造。杨某某事件到底属于社会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这不是推翻了吗？得出结论。对哟，我们还需要等待未来所以你本来推翻的。国内法律机构和媒体正在探讨，依据属人属地原则，杨某某是否构成违法犯罪？国内相关机构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进行磋商。杨某某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不仅仅在于他的治疗方法，也在于他本人的遭遇。感恩国际教育中心当中部分学生聚集引发骚乱，直接导致杨某某本人身受重伤。对此，社会舆论当中很多人认为杨某某针对这部分学生采取的惩罚性矫正治疗是值得推崇和支持的。啊！隔天后集体被关回去啊？对。没有吧？你看走走。这重要吗？你太让我失望了。真的决定了？是啊，去中国一直是我的目标。看来这一次。我要先去中国等你了呀！中国一直是我目标，等一下他不是。这本来就是中国拍摄的啦，你以为你换了个街，我就以为你东南亚。喂，回国后我会去找金记者的，先解决你的问题。重要的是，哎，是吗？一定要把这所学校的真面目公之于众。我还没有公之于众啊，为什么还可怜巴巴的脸？为什么还没有公之于众了？我不明啊，不是爆出来了没？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好吧。摇个头啊！对，你摇个头啊！他被通缉了，他变了非法通缉犯了，孤独的英雄，他成为了。嗯，完了，这里没有音乐了，又不能放音乐了。后面呢？这里啊，等等等等，得唱一首歌。用多少伤口才能换来不被定义的自我？世俗的标签如刀分隔异化所什么哇太高深了，记得回来告诉我，这重要吗？这是重点吗？哦，还有啊，最后的路口怎样？
你超越解锁结局。你原本不是之前看的咩？那些真实的人写的东西不是咩？我才是受害者，这些全部都是真的。我自己就被家里骗了进去，在里面关了3个月。全部都是真正被关的人了。可能他更真的是学校真的是叫杨什么嘞？是我经历的，所以他故意写杨某某。也是真的嘞，带他去一个度假村，然后就进去了。教官自己把自己衣服抛到地上，说谁干的，没人承认就集体挨打。还有这样的没？我的一个朋友之前跑出去，跑到校长举报案，被校长开车接回来，打到骨折。什么叫啊？我非常王者荣耀。OK， 我决定要帮你报名，我也要写一个。Stop！ 我非常喜欢玩王者荣耀。不喜欢。包括鹅鸭子也爱玩。眼睛能治病？别开玩笑，你真以为电击我次数多了我就不可能？谁会点这个？你这套电击疗法